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翔样，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兵工厂的第三集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，Go！那我们就要入五蓝队，传奇竞赛，反正就是打人就这样而已，非常简单的模式。诶，帅哦，诶。这地图我们好像没玩过，反正就蓝队以外的人全部都打下去就对了。哇，分了四队有点不习惯呢，因为之前都两队，所以比较少人打，啊，现在一堆人要打。哎，我打到他吗？我不确定，但是目前我打五个人。哎、欸，反正我们现在就哎、欸，结果被旁边偷袭了。哎、欸，可以放大啦，所以是旗帜大战的枪，那个不能放大，三个这个可以放大。哎、欸，怎么旁边多人？等一下，我乱掉了。我没打到他吗？我刚还开瞄准镜瞄欸。哎，有啊，打到了。结果被他打了。目前第一名打17人，第二名也打17人，第三名打16人。我没注意到后面有人。黄队，又要打到他了。又要打到他了，继续，绿队、红队都可以打。目前才打八个人而已，继续加油。队友帮我打了，我不喜欢用狙击枪，尤其是这个很近的地图的时候。有啦，你刚远距离用瞄准镜瞄，真的还不错啦，狙击枪。只是距离要够远，不然很近的时候要用狙击枪很难瞄。为什么没打到他啊？现在才九个。哎呀，快结束了！不能打了。那结果我最后打的是九人，那我是第六名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换下一 round，我们玩这个好了，敲击的狂想曲。然后我们选这个地图好了，没玩过。那我们还是依照我的习惯，两个队伍，四个队伍真的我不习惯，因为人太多了。哎，我按了什么？Kill them all. Make them 每次 suffer. 淘汰都会给你新武器，取得黄金刀取，或已获得最后淘汰。哎，这地图这么小啊？哎，我弄对啦，我一直记错，有时候做切换的时候都会记错。我想说那个蓝队怎么时候打我的？因为我原本刚选蓝队嘛。哎，没助攻到，反正自己被打。他们有些人都是恐龙的服装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欸，哪里有人？欸，掉下去了啦，烦欸。结果我现在打的人最少欸。啊，差点掉下去。是，哎，完全来不及反应，结果一直死。啊，有了有了，终于打到他了。结果被他们楼上的人打到。他们有些人的服装还蛮帅，像这个人砖块。Why？ 射会不会太准？哦不，上一次失败。哎，这边有人，哎，有要打到他，打到他。想说一直打不到人，还好刚刚打到。拯救一下自己的那个击杀的次数。向我哪里跑？打你！我按到瞄准镜了，不过还要把他打到了。OK， 拯救一下，拯救一下。哎、欸，结果最终停在目前还是停在击杀的次数是8。等一下再提高一点，不然这样太低了。哎、欸，看到那边有人。哎、欸，楼上有人啦、啊，没注意到。想说奇怪，我怎么死的？为什么他们枪那么强，一枪毙命、欸？哎。结果目前还是停在8人呐、啊，欸，这个人怎样？刚停在那边，我想说是我看错还是怎样？哎呀，没射准，现在才打9人。结果最终成绩是9人，名次是第8名。那么再玩一局，玩小丑橄榄不知道什么，那我们就试一下大道好了，两队伍一样。OK， 好，等他切换一下。兵工厂的好处就是比较多模式，然后地图种类也比旗帜大战多。所以相较于旗帜大战，我个人比较喜欢是兵工厂，不要被小丑击倒。什么是谁是小丑？说啊，还没开始啦。朋友说什么叫小丑？还蛮有趣的模式吧，应该是这样，因为我觉得还蛮神奇的。所以谁是小丑？哎、欸，没有啊，不是啊，哎、欸，啊啊啊！小丑还在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啊，结果我现在被打倒，所以我现在变小丑，虽然不是小丑十，只有两个人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哎呀，他们好厉害哦！我终于懂怎么玩了，所以他可能是一小轮一小轮这样子，不然怎么可能一分钟就这样结束？可我要怎么避过他们上去？这是一个问题，因为他们全部现在都在楼上。看从后面偷偷上去有没有机会？
小心哦、喔，小心哦、喔，小心哦、喔！哎、欸，上不去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上不去。哎、欸，上去了。可是他们人都逃走了。他是全部都小丑吗？是不是？应该是吧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，还应该还有一个蓝的。结束了。哇哦，这些人好厉害哦。那我们就到这边好了，体验一下新的模式。那我喜欢我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